你不是中国人吗？韩国人。韩国人。你看，又说的韩国人。喂了。小菜要吗？啊，快点。随便吧。多少钱？9块。小菜要吗？吃什么小菜？放一点。我给你讲一下。鸡蛋粉，放点蛋黄，味道很好。看你了。对了。大家准备的，可以吗？好，大家。少放一些的给。
太丑了，这是烂条吗？嗯，什么？炒面太热了。嗯？炒面？炒面可以啊。这是大熊吗？这是？这是火腿肠啊。火腿肠吗？这多少钱一份？这十一啊。火腿的炒面吗？要十块的吧。